陡坡，手都拉不住了，手不用拉后面啊。这里是烂田弯弓，基本上都是小树，他们的管理方式不一样是吧？他们怎么管理啊？他们都会修头。哦，就会修头啊。这里要不要下去走啊？哇，下雨的时候最怕的是这里，这里是最滑的，最陡的。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普尔文，我现在是在瑶族丁家寨的弯弓古茶园，今天在采弯弓的古树，所以上来手鲜艳，都是灰，手臂都是酸的。现在我们去茶地，哇，开始爬山了。哦呦，哎呦。这个就是朋友家的弯弓古树茶地其中一块，这里就是弯弓的核心茶区了，旁边就是弯弓河、弯弓古树。今年的茶叶发的是真不好看，像这个如果不采它要老了，但是它采下来做出来的干茶确实是不怎么好看。这个就是弯弓古树，我做的弯弓古树基本上就是挑这种大的采摘，还有很多都还没采啊。这个要多久还能采啊？三四天。三四天是吧？天气干。它发的那个芽头，你看也不是整棵树发，就对，棵树就发了这么一点，发的不均匀。像这个很多大古树，这个芽头都还比较嫩。看看弯弓古茶园的生态环境。现在采古树，哇，这个树也是不好采呀，它这个枝非常的茂密，所以很不好采。像这棵树它有些还是非常的嫩，然后有一些又发的比较老一点，所以就是要剪采。这片草地在一个很陡的坡上，这个天采茶特别辛苦，特别热。这棵古树也还没怎么发芽，这棵树往年发得好的情况下可以采2公斤的干茶，这棵要采了。这个是今天采的弯弓古树鲜叶，今年的鲜叶条索都比较短，因为今天天气比较高，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鲜叶拉下山了。太阳下山了，我们也回到寨子里面了。这个是今天采的弯弓古树鲜叶，起锅烧灶，开始准备炒茶。今天有多少公斤鲜叶啊？阿文，三十多公斤啊。今天晚上有六七锅茶，六锅，今天采了。今天炒弯弓古树的是拿过炒茶冠军的，今年的茶叶香气特别好。今年茶叶难炒一点吧？嗯，干。嗯。不能太陡是吧？陡那叶片就干完了。嗯，主要以翻炒为主。焖。哦，焖炒。焖、嗯、两下，稍微抖一下。哦。一抖还不能抖得太高。嗯。我的杀青工艺要求是，要杀熟，但是不能过熟，又不能杀得太青，就是要把那个青味杀掉，起到要
杀青的作用，做到新茶也好喝，又能长期存放转化，可以出锅了。对，炒得非常漂亮。茶叶晾好了，可以揉捻了。不能揉得太重了，要不然会容易脱皮。茶叶已经揉捻好了，可以晾晒了。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